像最近的苏道清好朋友早安快乐，用咱这个喜结善缘，啊，就是讲欢喜，大家来结缘，广结善缘，啊，这就是吼，迎接2018元月一号，而且呢，祝大家，咱讲新的一年，也想来祝福大家健康美满顺心，一切喜乐平安呐吼，最主要就是讲吼。咱的道亲每一个拢总了解，每一年拢是安尼过的啦吼。也就是说，有新的一年，呢，咱就是吼有咱这个过去的迄年啦。啊，即嘛呢，2017，咱感恩啦吼。啊，咱的孙阿叔这一路，大家来结伴，啊，一路大家来祝福，一路大家来陪伴，感恩有你们真好。在这呢，每想呢，祝福咱的好朋友，2018年。元旦快乐，也祝我们的好朋友事事吉祥，顺心如意。咱慈天必生公，我们的母娘，还是咱的圣庙，咱的道祖，会当呢吼，祝恁一份吼，拢会当顺心吉祥，讲年如意啦吼，月平安，日进财啦吼，日日有进，人讲日日有进财啦吼。这就是咱逐工呢吼，拢爱去望到的，每一个人拢爱生活的吼。所以送你们一份快乐，哎，啊，让你们忘记烦恼；送你们一份悠闲呐，让你们自在于吼、哦、逍遥。啊，咱的朋友来当如意吉祥平安，这、就是每一个人求嘛求不得的吼、哦，就是爱健康快乐哦。来，今日头底圣歌咱来个安排啦吼、哦，因为咱今日今吼是咱的15，嘛是拄到咱的11月15。所以咱也是吼，请咱的观世音菩萨灵感真言来祝福着咱所有的，啊，咱伫山顶的朋友听节目的道亲啦吼，拢会当受到咱的菩萨道祖母娘来庇佑，咱讲吼，岁岁平安，年年如意啦吼，月月吉祥，日日会当风度大典，心想事成。照咱的愿望行，心想事成了吼。妈妈如今说来也说好。
听完咱的观世音菩萨灵感真言，咱来听一段吼，热闹有那一种吼喜气洋洋气氛的国乐。我讲即卖网络啦吼，咱只网友啦吼，真的很会发明啦吼，发明足济足济，吼你看到过会爱笑。讲在路上问狗啦，讲啊，明年2018好不好？伊讲旺，安尼人骂人，安尼写到吼，你感觉呢？会心一笑，真好笑安尼吼。问鸟啊鸟嘛，甲你讲妙啦吼，意思就讲2018很妙，很不错。还有呢，还送钱呢吼。讲原名新台币啦吼，啊昵称叫做钱啊，里面呢有四个小朋友啦吼，个孙中山啦吼，原产地讲中央银行中央运资厂，功能就是啥，会当治伤心治，啊个会当治止痛，个会当治各种的疑难杂症，啊就是啥，就是讲钱价好用啦吼，钱会当治咱人的伤心，也当治咱人诶这个啥。而且所谓疑难杂症啊，呢，哎，看到你也爱笑无？会啊，适用伫咱队，因为讲中央印制厂嘛吼，适用2300几万台湾人啦吼，用法无限量的啦吼，啊，但是呢是外用，啊，别爱外济随便啦吼，哎，看起来就很好笑吼，啊，就是咧讲吼，咱的即卖网络吼啊流通，你要什么？啊、他就给你什么、啊、你要欢喜什么他就给你很多、啊、让你呢真的新年要用的货、啊、都给你送到齐了，你要几千万种2018年永不断货了、啊、你要爱个叫的有啊、欸、那也是很好很好啦、啊、看一看、啊、这笑一下会感觉也不错、啊、也感恩、啊、我们的余力松师兄呢用、啊、我们这个努力主笔、啊啊、这个、啊啊，这个吼，咱讲先天的庙，啊来祝福着咱呢，啊，道亲然后会当有余长长久久，2018啊，元旦快乐！没想用感恩的心来感恩吼，感恩洪正文师兄、大宇师兄以及咱家底下吼，慈莲毕生宫群组然后，还有博都岛吼，也加入我们慈莲毕生宫的群组吼，啊，也看到了星云大师哦，啊，收下这个墨宝。啊、真的很棒的、啊、那慈天毕生宫的群主也在恭喜吼，足济足济吼，足济好朋友吼、哦，他吼、哦、写了很多好的文章了吼、啊，所以讲2017，咱都已经展开讲拜拜啊，吼、哦，12点过已经跨过年啦。虽然啦、啊、吼、哦，咱有足济咱的道亲，咱无定见面啦，但是偶尔啦吼啊，买因为吼、哦，伫这个节目哎，大家呢吼、哦，听到这个音声。所以梅香还是非常感恩那些师兄师姐一路的陪伴，然后感谢有你们真好，然后阿妈祝福大家金果人行大运，然后来，咱这是功德节目，然后阿妈是呢。啊，咱的母娘希望呢吼，阿公伫这个电台啦吼，会当广结善缘。啊，咱各种各堂吼，啊是讲吼，啊咱无同款的宗教，有同款的信仰，咱拢是有一粒真完善的一粒，吼、啊，咱讲善良的心啦吼，啊希望讲吼，我们已经把2017年过完了，现在就是。第一天呢，哈，2018，好，元月一号的第一天，要超越，要超越，比以前更好了，哈，要超越，好，咱讲超越比去年搁较好。人心是一种足奇怪的物件啦，哈，咱讲性生甲性恶经常呢，拢会冲突甲矛盾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呢今年吼，阿姐嘛都头一天，吼，啊，过来就讲满月。也就有足济吼，啊，真好的这个征兆啦。讲2018，讲我一定要花，吼、哦，我一定要花2018吼，啊，就吼、哦、充满的喜气啦吼、哦，金高年啊，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呢，拢希望讲甲超越吼。伫咱讲人心要哪超越，伫自信内底啦吼，唔、哦、只我都超越，超越就爱有自信呢吼，无自信你嘛无多超越。何为自信？
何为自信？我们常说吼，人自信，在我们的自信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，但是这个性又由心，吼，跟这个心跟生会来合，它是一个组合啦吼。讲生命有伊的时间旅程啦，生命有伊的时间的旅程，但伊会随着社会环境产生变化。变化了，有时好啊，有时就无好。但这个性是由心来主宰，心向善即善，心向恶即恶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那么希望讲吼，对咱这个心性上啦，要哪去甲超越？安尼讲个规则而论啦，还是心向何处啦吼？这是上重要的吼。啊，咱每一个人呢，吼来到这，咱拢希望呐，给读淡薄好书啦吼。和咱家己本身的这个七情六欲啦，吼，啊，这情绪啦、思虑啦、居心啦，吼，都会随情绪事神，吼，因呢去甲改变。哦，咱的情绪呐改变好诶，那当然遮就拢总无啦，吼。啊，咱的色神所牵引的，吼，咱讲变化莫测。讲修，啊，咱就要重视修心啦，吼。啊，修是咧修啥？修心就是咧，和咱的心会当较安静，来保持自然的本性。咱袂随着这个啥空幻的色界，然后咱用色界、欲界，以及吼咱讲这个心的一挂这个魔动，然后那么呢，咱一个行者以道为明灯啦，以修道为明道，自然有伊的规律，吼，伊袂迷惑，他不会茫然，然后沉沦在轮回的诶这个境界内底。啊，所以吼，咱拢希望吼。较早，咱的圣贤人安尼甲恁教，啊，一世人啊，都安尼你甲看。2017我们又把它过完了，现在又是2018的开始。所以咱讲何为超越，咱希望讲吼，我都是越过，吼，超过你以前，吼，以前的种种不对，以前的种种不是，吼，我们把它都全部超越掉了，放掉了一切苦恼忧悲，我们要重新的2018，要克服障碍前赴。吼、哦，要前赴以赴啦吼、哦，要有全部的信心吼，安、哦、尼呢，咱才袂安怎，袂安尼，时间堪过，讲啊，一年都已经过啊，讲只长年岁而不长智慧啦吼、哦，咱也敢若知影年岁较济啦吼、哦，但是咱地位都无增长，只长年岁不长智慧，安尼迄个2017年的，咱已经过去的，这年咱算嘛无超越，啊，咱要超越就是要有自信啦吼。哦人就是讲智慧的生物嘛，咱遇到困难，咱会用心地去克服，甚至于还会精益求精去修改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超越人类的文化。好、哦、啊，咱今日如果那是讲吼，有这个吼、哦、突破，那咱产生这个革新的意志，那我们2018一定会更好。好、哦，一定会更好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生活伫咧东亚21世纪，科技的产品足济，丰富了咱生活需求。所以咱人的人生内底吼，咱袂使讲去学物质，甲咱吼，甲咱买去啊！啊，去学物质享受、甲追求，占去大部分的时间呢。所以咱内心的世界呢，嘛是心灵愈感觉空虚啊。除了生活物质的追求、生活物欲的变化了后，咱欠缺足济精神与心灵呢，咱来去追寻的那一部分呢吼。所以咱讲吼，静心殿呐，静心殿都是咱即马咧欠缺的一部分。好、哦、啊，生命咱变个那无美好的时阵哦，咱就去想着啥，咱就去想着讲咱人来安尼吼，愈来愈活，心愈沉重，所以咱就是咧讲超越，最主要就是重这个啥自性的解脱啦吼。你超越就是要超自性的解脱，又掉一日啦吼、哦。咱知影讲回首过往的点点滴滴啦，你都跨越过来了，这种的生命磨练，你拢超越啦，你就会安怎？你得会心一笑说，说啊，我们已经走过来了，这个人生没有白活了哈。这就是吼，人讲宗教它的信仰中心放在哪里？就是只要你有超越自我的信念，你就可以克服了哈。你得当去克服无所难关，迈向生命圆满的高峰了。超越是一种自信的良好追求和挑战了哈。所以咱人咧讲，人生是苦海，面对生老病，但这咱拢每一个人拢总爱的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吼，用咱的自信、甲信心、甲咱的愿力去超越。2018会更好啦吼。
祝福咱的孙兄师姐，祝福咱的道亲，祝福咱的老大人。哎，人讲愈聚会哦，啊，身体愈健康，啊，心灵愈勇敢。啊，少年人呢哦，当超越一切障碍，会当找到个较好的理想，个较神秘的人生呢吼、哦，来祝福大家。梅生呢，很喜欢听咱这种古早的这种国乐啊，吼，啊，听起来吼很舒服啦，吼。来，啊，咱的道亲，如果那是有需要梅生做服务，唔免客气，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5，我关切道亲，咱只加05。啊，那是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啦，吼。咱慈天必胜宫最近啊，都我当日无用咱的这个啥道场吼。啊，这个精力跟这个道场的圆满啦吼，啊，咱要把它做到吼尽善，啊，咱讲无法度尽美，但是要尽本分、尽能力，全部把咱哦，咱的孙啊，这所养托的，因为咱有直接登记拜道哦，啊，直接呢吼，啊来登记这个家运道，就表示讲咱把咱的年运流年啦吼，咱的做这所有的种种的补助，拢是希望讲咱的道祖母娘道路圆满啦吼，智慧大地。三观大地，会当来应化的上缘，吼、哦，咱讲束缚啦吼，啊，所以，予咱呢吼，希望讲，伫咱即马即个年运内底，啊，咱讲即个年冲月煞，咱拢甲已经吼，来到即个年底，特别转官转运的时阵啦吼，咱甲徛即个年道，红安年道最主要是啥？就是要补助咱的啥？元神啦吼，咱讲元神啊，主宰本命的光彩，元神是主宰着咱人所有的一切。像咱定咧讲，一个人若是六神无主啦吼，你看伊咧行路，啊，都明明咧行路，啊，头动袂动吼，啊，你看伊面动无光彩，这个人呢，身体嘛无好，就容易安怎，容易呢出入这个病院啦吼，啊，若定咧出入病院的人，就表示身体无健康啦吼，这个身体真的是非常重要啦吼，所以呢，咱今麦来请中段元帅，哈，用这块圣歌来听。予咱感觉很有振奋呐吼！啊，咱中段元帅是咱家家户户拢会想要去甲供养，想要去甲请一尊来拜拜，因为是囡仔守护神，嘛是咱呢少年人要做事业的先锋呐吼！来，咱即摆来听中段元帅。
歌声就是振奋人心呐吼！有时来讲，啊，你看人咧进香咧拍鼓，哇，咱的精气神啊特别来啊吼！鼓会当震动着咱大家五脏六腑，还有这个歌声会当震动着咱的思维啦，昏睡的灵性，昏睡的灵，听到这个歌声呢，它会振奋，更加无精神的吼，听到这个歌声伊嘛有精神呐吼！啊，送给咱的2018元月一号啊，今日有在听节目，也是讲哦，咱以后听到节目的咱的道亲，同款哦，当受了咱中段元帅祝福，咱的中段元帅心威灵感啦吼。比如大家拢有当吼啊，年年顺心，月月吉祥，日日健在啦吼，爱当安尼吼啊，每一个好朋友所求一切如愿啦吼，大细囡仔拢有当安尼吼，大家拢有当照着这个假期吼啊，照着这个啥。啊，照着咱家己的这个心愿呐吼，好好去甲做人，咱的中段元帅，咱讲人爱照家己，天才会照天理啦吼。啊，这个家己最主要是讲顺序啦吼，咱讲顺序，顺序吼，咱讲家己就是一种啥，一种互咱了解讲，既然咱人爱照迄个次序吼，啊照迄个顺序安尼来行，那咱就是啥，咱就是有一个吼大势。我、哦、今天有一个大事，咱做什么代志都尊重人，然后你会注重啊，也要尊重别人，然后来，我感觉吼，在咱的群组内底吼，有好多好多人赖上去的文章，真的很不错吼。咱的方师姐讲啊，人静落来时阵吼，啊，倒来上些个想啦吼，安怎个想？讲人活嘞，真正是无容易啦吼。啊，明基知影讲咧，以后这条路赶快来行咧。但是咱嘛是爱很努力，很努力，希望要甲这个生命甲创造搁较光彩咧呢。所以人咧活一世人咧，到底是为着什么呢？吼，啊，咱听讲复杂的社会，听袂完的白贼话啦，看袂透的人心啦，放袂落的牵挂啦吼，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。啊，又搁行未完的坎坷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讲越不过的无奈啊，啊，忘不了的昨天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忙不完的今天，吼、哦，讲想未到，想未到的明仔，哎，这句话敢那未歹，忘不了的昨天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忙不完的今天，想不到的明天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讲最后唔知影跟会消失的多一天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人生，啊，所以呢，搁较。无用啦，搁较忝啦吼，唔通袂记哩吼，心疼咱家己啦吼，意思就讲心疼自己，多爱自己，吼，多照顾自己啦，因为你的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。啊，冬天呢已经来啊，啊天气嘛渐渐咧寒吼，啊所以讲咱希望讲吼，咱的孙阿叔这日在娑婆世间呐，其实我们也是另外一类的极乐世界啦吼，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另外一类的。极乐世界，咱来面对各种的考验啦，啊，看讲你的修行的功夫好啊，歹啦。讲人生难得面对状况来的时阵，就是考验你我的修行的功夫啦吼。到底了得不了得？有没有真的有真修实练啦吼？啊，既然是吼，这个人间的世界、娑婆世界嘛是另类的一个极乐世界，那么我们就要慢慢的去品尝另类的极乐世界啦吼。看讲咱当下心念吼、哦、有转换无？心境吼、哦、有转无？
哦，咱讲心境若转，气场就变啊，命运就变搁较好呢。运气嘛会改变，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啦。讲修这粒啥？修这粒心，心若自由，逐项就顺啦，一切就完美啊。心若清净，人讲处境就美好；心若快乐，人生就幸福。人间极乐世界，苦乐参半啦吼。伊讲比西方极乐世界搁较好修啦，吼、哦，会更好修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嘛，希望讲吼，咱讲另类的人间的极乐世界，就是咧讲到咱即马即个世间啦吼，有食有乐，有苦有乐。伊讲吼，直接修，未比伫西方极乐世界较歹修，应该吼咱所面对的吼，有很多吼、哦，很多啊，这个很多呢，我们包含的生老病，这个很多我们帮很多人。哦、已经在、哦、这个路上走了、哦、我们就不要去回顾以前、哦、因为你现在已经走在这个、哦、人间的道路上面，你就不用去回顾好与坏，向前看，向前看、啊哦、只要向前看就好，回避、哦、这些所有不好点点滴滴来迎接更精彩更丰富的2018啦、哦欸、这个我觉得很不错、哦啊、就把提来说给我们的孙阿叔这吼，啊，大家做伙吼，啊来，人讲听一段，对我们有省智啊吼，有彻底，啊，佮有吼，互咱体会吼。来，咱讲大树啦吼，咱经过毕业吼，所作业不忘啦吼，讲因缘会度啦，吼果报也是会自修。所以讲果报自受，吼、哦，这句话虽然哦，咱常咧讲哦，啊，这都家己做诶，对吧？像咱讲跨年晚会，咱若跨年都已经足暗诶，吼、哦，都唔能够去刷摊，嘛唔能够一世界去佚佗。啊，所以咱讲果报自受，假使讲咱若经过讲吼，伫千劫万劫百劫内底，咱所做诶这个业，伊是绝对袂因为安尼都无妥诶，吼、哦。所以因缘，吼、哦，若拄到诶时阵吼，爱果报还。还自修，伊嘛是同款的来，只是讲早来甲晚来尔。讲因果由来是，吼、哦、大家拢知影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即个讲讲白贼话，吼、哦，也、啊、是讲吼、哦、去甲人吼讲、哦、一寡吼无应该讲的话，这种啊这吼嘛属于讲你当一个人的毁灭嘛，等于杀生呢。所以咱讲转啦吼，何为贵？真正高贵的人呢，伊质地柔软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。哦伊讲你对我唔对，还是讲你对我错？吼、哦，融化刚强了，吼、哦，这个吼、哦、每一个人的这个心，你要怎么去说你对我错？咱人要讲认错，无遐简单，你大我小也更不简单啦吼。那、哦、你讲啊，什么？咱那咧讲到吼、哦、对方啊，跟咱咧讲话的时阵，啊，伫带个阿妈棍棍正大条的时阵吼、哦，你对我错，吼、哦，能够融化。你我的误会，然后啊，你大我小也没关系，能够粉碎傲慢的高山。说啊，你有我无嘛，无要紧的，当解开爱家的甜，吼、哦，而这个旧甜啦。啊，你落我苦，学习菩萨的慈悲啦，这就是叫做转的修行。人生的生活在一个转字，然后要安怎去甲转？那你讲转字，要能转大为小，转苦为乐，然后转迷为悟。转邪为正，修行的秘诀啦，就是讲爱会当转一切不好的境界为善美的境界，勇于接受啦，善于转化，把烦恼转成菩提啦。这嘛是咱人间啦吼，咱就在讲吼，啊，不管是佛教啦、道教啦，伊咧甲咱讲修行的重点，拢是伫遮。人爱会晓转啦，讲头壳爱会晓转，有这个生活上嘛爱会晓转。人生的生活在一个转，一个转字啊！吼，啊，要安怎去甲转？吼，咱要安怎甲转大为小，转苦为乐，转美为恶，转邪为正。吼、哦，这就是一个，吼、哦，咱讲一个能转一切不好的境界。吼、哦，因呢，就是咱人头壳爱样，会样想，这个想，你会样想了，你才会样转，会样转，你才有法度改变呐。吼、哦，啊，那未晓转，要安怎改变？所以吼、哦，咱定咧讲吼，啊，有一挂吼、哦、真好的这个义故啦吼，啊，讲天下之事啦吼，每一个人拢会去发生着，哎，一挂无同款的代志。但是，咱呢，若有拄着同道啦吼，需要咱去甲
帮忙，需要咱讲吼道理，吼咱会晓讲，咱就尽量去甲苛刻，好也当有这个转化的机会啦吼。较袂讲吼，一个人呢，唔知讲天下的事故通常发生，吼拢是唔是干那讲啊，什么人会发生呢？这种吼发生，什么时阵年过未到，拢无人知。啊，什么时阵的剧本嘛，拢无，因为拢写好，咱照迄个剧本在演。所以讲，问题不现的所在，最后成为吼足大这个祸患，是因为啥？是因为天下的事故，通常咱袂使讲乐极生悲啦吼。佫一样就是讲袂当功过我慢。啊，咱今日有得哦，今日咱有得的时阵，咱嘛袂使功过我慢。今日咱比别人佫较轻盈，咱嘛爱知影好稳重啦，吼爱知影好啥。每一个人吼，若知影好，安尼你就自然你就会晓转。转啥？转咱的傲气，吼、哦、为柔和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有时咱常常讲人咯，因为这个傲气无法度呢，甲转柔和，所以咱人就会伫个这个悬的所在，能够高处不胜寒呐、啊。啊，家己一个人无朋友的时阵哦，就是因为你心端放袂落，你心端咯放袂落的时阵，放袂下的时阵呐，那你在最高的点，你就会显得孤单呐、啊、吼。感觉讲啊，人大家那拢遐侪朋友，啊，干那咱拢无朋友，因为咱恃才而骄，吼、哦，好高，啊，咱家己本身唔放下心端，功高啦吼，功高，啊，咱也要放下心端，咱有可能吼、哦，咱冇真侪朋友，拢伫咱的身躯边啊，你讲是唔是呢？今日呢是会使讲是咱拄啊2018的元月元旦啦吼，那梅香呢用这个财富之源黄财神咒来祝福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啦吼，啊伫新的一年吼啊，大家拢会当呢接到新的财运啦吼，接到新的事业运吼，啊接到真济真济好的能量、好的财源啦吼，来咱讲财源滚滚啦吼。今麦呢，所收听一段吼，黄财神咒，黄财神咒，最主要是要祝福咱的朋友啦吼。但是咱讲祝福，穷人与富人还是有距离啦吼。所以讲吼，咱呢
感恩啦吼，付出一点啊时间吼，啊，咱啊如果讲咱人呢，啊，伫个做工课的时阵啊，啊，干阿讲哦，啊，我都干阿要付出一点啊时间，我都要得到什么款的报酬，这干阿适合做啥？来讲吼，适合做钟点的吼工人啦吼，啊，咱啊希望讲会当按月得到报酬，那这就适合做打工族啦吼，耐心吼，按年度领取年收入的职业。哦，这就是咱咧讲哦，人咧爱耐心等待三年五当设法做投资，咱才来做投资啦。用一生的眼光去权衡啦，啊，这就是咱讲企业家，伊是安怎讲，伊有法度安怎，伊有法度赚到钱，因为伊有观，伊会去看，吼，伊会去看。啊，所以咱讲哦，人咧低命做命啦，吼，啊，那疲于奔命的人就是会听天由命啦，吼，做事的方法不一样。所以话，咱讲哦，咱讲做咱该做的代志，吼，得咱该得的；做咱家己吼感觉有兴趣的代志，工作效率一定会好。啊，人呢，如果讲哦，讲消劳，咱本来就招得嘛，多劳就多得啦。啊，但是呢，来到这个世间呢，我们还是要用那种权衡的眼光去看，要投资的对岸呢，吼。啊，咱要投资什么款的这个方案？啊，要去对岸投资，我们都是要想一下啦吼。像我咱要去中国大陆投资啦吼，这嘛是爱。我讲对岸虽然很好，但是他那边人很多，那不一定大家去拢赚钱啦。现在讲不一定大家去拢赚钱，因为这里爱去权衡看看啦吼，是不是你的能力有到那个吼，迄个讲跨到对岸吼，啊去赚大钱啦，迄能力嘛是爱看咱家己啊，你讲是不是呢？这部呢，进入个中段，咱来感恩啦吼，感恩咱即个即个吉安礼道发挥啊，咱讲放假哦啊，也没有放在啊，咱讲放假也没有在家里休息，然后啊，从北部赶下来的，咱呢黄师兄加师姐吼，伊叫咱今日来做义工的吼，对南对北对咱吼，咱的宫吼啊，咱带爹家孙兄啦，是讲咱一寡有来遮吼，大家咱讲。加这个休困的时间呢吼，啊来将个咱斗帮忙的哦，咱一寡吼道亲呐，真的很辛苦啦吼，真正是足感恩的啦吼。啊，咱的刘师兄嘛是同款吼，大家拢有迄个因缘才会当来甲将伊来结缘呐。啊，咱即届这个吉安礼道法会准备个怎嘛吼，啊就差不多吼，咱该做的工作该清洁的，即嘛最主要是做内部布置啦吼，做内部布置。啊，今年呢？哦，咱的这个基安拜道呢，哦，咱新的同道吼，头一届来结缘呢，一师兄吼，那不离袂少啦吼、哦。所以咱讲，伫咱护持寺咧，必胜宫对开始有拜道，一直拢无人诶吼、哦，非常的济啦吼、哦。因咱母娘的道场呢，真正是值得咱信任，咱咧做的工课，我那做甲真圆满啦吼。咱、哦、讲每一项工课。哦，咱有尽心尽力去做，上天都会给咱铺路啦吼。所以吉安拜道，咱这两三天呢，给咱内部做确认，全部定位。啊，咱十一月十八，那咱就是吉安礼道发挥。啊，咱就是头一天呢，就是十八这天就开灯啦吼。啊，伫这再次的感恩参与的咱的师兄师姐，哦，啊，咱给咱吼斗三天呢，吼啊，伫个咱这个节目当中吼，给咱规划。而且哈、哦，又上网的，咱的师兄呢，哈、哦，师姐真的非常辛苦，非常感恩。那么感谢美珠师姐哈、哦，常常在铺文顶管呢，哈、哦，啊，来感恩咱慈天必生宫的平台，真的非常感恩咱家师兄师姐，有你们真好，因为大家共同知识会当哈，啊，甲铺给在咱的这个哈、哦、啊群组，让大家都能够分享到母娘的慈悲，然、哦、后啊，分享到咱所有的心性佛菩萨。伊来关爱着咱遮所有诶，吼、哦，咱讲有伫共修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当啊拄啊加入群组的，吼、哦，咱讲佛道两修的朋友，我们都非常祝福，祝福大家道功精进，福慧圆满呐，吼、哦，家庭当然咧吼圆圆满满，吼、哦、啊，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咧心想事成啦吼、哦。那这个吉安拜道，咱啊如果讲一个有二十几道嘛吼、哦，咱那如果讲有要吼、哦、参加的。啊，若是讲咱有低收入户，啊要参加吼，咱的这个，哦，咱嘛是有登记的这个啥，登记咱的
自卑到啊吼，都可以吼。啊，咱这有限量啦，但是算讲自卑到你，你有来报名的吼，咱嘛同款吼，会甲你登记同款，甲咱的道拢是按同款的吼。有诶，就会问讲，啊，恁的自卑到敢会另外甲囥喺边啊？绝对不会啦吼。哦，因为讲咱母娘开放这自卑到，就是咧讲咱哦，都是囡仔时势较大丁吼，啊，咱都生活上。吼、哦，啊，都要拜道。有个人讲，阮都无爱拜空道，阮拜自卑道呢，感觉真歹势。啊，你甲用分期付看嘛，无要紧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母娘自卑嘛，吼、哦。先甲这囡仔事实看顾好，和出人头地啦，吼、哦。将来会当做国家的栋梁，家庭的硬梆。啊、哦，这拢是咱母娘疼惜这，吼、哦，咱讲灵儿红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讲要按自卑道的。咱袂讲吼，啊，自卑到另外去个坑里，另外一个所在，唔是安尼，同款是伫咱的道场内底，同款伫咱道场内底是平等的慈悲啊，吼，平等的慈悲，只是讲啊，咱都本身做会到，咱来护道啦吼，好，本身做会到，咱来护道，吼，啊，那做会到，咱服务也疼惜安尼尔，吼，没有分别心啦吼，绝对无分别心安尼。虽然必胜公呢说甘蔗香片、香油款、素茶、贡末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或者是讲金盖绿蜂家牙膏，也是吼咱讲太原堂所出品的啊，咱讲三高宝，也是讲吼啊，咱对着咱这个吼顾这个身体听杂吼，咱要让咱的精气神搁较好，吼咱讲营养补给会够，自然咱都无一寡吼啊，咱讲身体欠缺啦吼，五行的欠缺，人都是爱有食有顾啦，讲进入不养生。啊，往后养医生了吼，啊，讲今后不照顾好，那往后养外劳了吼，啊，就身体嘛是爱顾啦。人若无健康的身体，啊，要安怎有幸福的未来？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以上这拢是广告哦。咱这边的节目呢，进入个后边段啦吼。咱定咧空夫子、空圣人，然后又讲一句讲：雕文刀，色素破意。书弟呢，圣人嘛是赞赞于文道啦吼。吼，咱讲修身行道本来就是知己知人嘛，依法修持啦，上合菩萨心啦吼。讲上学菩萨心，常持正念而修身嘛吼。哦，这是真重要的。哦，咱呐如果讲哦，一步一步，哦，咱讲力行不昧，哦，咱心心一贯嘛，本性自现，伊自然的光明。所以咱定咧讲哦，咱咧常修静定之心啦，常思性之过程啦，以心合心行道啦，明彻人生本来就是空的。但是呢，吼，咱讲咱很了解哦，吼，咱每一个人拢足了解、足清楚的。吼、哦，明白就是讲了解清楚啦。吼、哦，咱的人生本空离不灭，但是依空应空啦，讲依空应空，自性自然显露，行修至处阶段，可谓已进入人间圣境啦。只是讲世人因为妄想缠绕于心，所以咱的习染呢，就会去贪欲情爱之中，咱无都去挂下，咱啊受到这个六尘的摧迫啦。啊，六尘大家拢是知啦吼。啊，咱伫这里吼，咱讲十五色吼内底，吼、咱呐如果讲吼眼力皮色心意，吼、啊大家拢知影。对，如果呐是讲咱修行到即马这个阶段，咱已经看破这个贪爱，吼、啊甲这个贪欲，即下咱拢看破六尘，伊就无法度来吹，来就甲你吹头啦，啊嘛无法度来甲你吹骗。咱只认加强依靠为乐个，即下拢放尔，咱拢一定放掉啊。我们不会自认假象，也不会以苦为乐。因此呢，咱会知影讲反观自心呐，吼，反观自心，吼，安尼呢，咱人都无反悔之心。人无反悔之心呢，就不知审查自己行为的对错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来当反观自心呐，吼，虽然较困难，但是咱斗斗啊学，学到尾，咱自然对当，对当安怎？
就当去了解，当去省察咱家己安尼做到底对啊唔对啦吼？为对的吼是啥？咱一生难得，来来到这个人生吼，有得到这个人生呢，咱纵然袂使用这个人生来毁害着咱的啥毁灭，因为咱即马得这个人生就足困难啊，对无？咱讲人生易得啊，然后来到这个东土，一个会当有这么济空间互咱修学，啊，你甲想，咱人呢难得哦，啊，既然这么。有这个人生就很难得了，啊，咱袂使因为这个人的心，吼，啊来甲咱的毁灭，吼，损害去啊。为什么咱人人生过无掉，毁灭嘛过无掉，啥物拢无啊啦？你讲是毋是呢？所以讲，咱的灵性静定的时阵，咱就会当行合中道。此时呢，人虽然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定觉照到人生的真谛，因此呢，物我无执啦。哦，这个无我无执，自然一生无怨无悔，咱会过着无烦无忧无愁的这个逍遥自在人生嘛吼。所以咱会当呢吼了解去珍惜，所以咱用这个假体来修真呐，好用假体来修真。有这个假体，卖用这个假体来破坏着咱，破坏着咱家己。因为咱的肉体呐爱食爱啉呐爱开爱博，啊，这就用你的假体来毁害你的慧命。啊！你也不用你的假体来毁害你的慧命，那么你的慧命甲你的肉体拢从当受，会当受。所以孔子讲讲刁闻色，吼、哦，咱讲刁闻道啦，色素可以，就是咧讲到圣人呢，伊嘛是同款，逐工呢吼，兢兢业业在闻道，何况咱是一个凡夫。人贵为万灵之首，所以讲唔知讲吼、哦、要安怎去了脱生死轮回。安尼真正是无彩啦吼，讲道非贵在闻道，而贵在难得难行啦。所以讲，因为咱有在学这个道的过程，咱容易啦吼，太受着道课啦、魔课啦，是讲家庭啦、吼事业，或者种种的科目，有一挂坎坷无顺，但是唯有修道者，你也有决心、坚定啦，你就会当克服。啊，克服呢？咱就是用出到咱的信心、诚心、勇猛的心、精进的心、耐心啦吼，才有法度安然度过，吼，即所有即磨课磨难，方能了脱。吼，咱讲所谓生死轮回啦吼，所谓的学道不难呐，难在培养意志，不难在意识，是难在消除侥幸；不难在学问呐，是难在培养品行的优美。不然在发这个勇猛之心呢？吼、哦，咱讲无困难，讲咱要发这个勇猛之心，是难在咱的处事精进心无够啦。吼、哦，咱的五道无难呐，只是难在讲啊，咱要解脱定啊，咱讲离定返回，吼、哦，咱的六土，咱学道未专一啦，是安尼尔。唯有专修修一，你若无专心修一，何以修一？就是一心一意。哦，啊，再讲道果自然就会成啦。可是咱世间处处呢，容易去用迷失啦吼。咱人呢，如果若无定性吼，缺乏目标啦，宛如敢若袂输啥，袂输。咱即马呢，随风四处飘荡，不知何时可登彼岸。这就是咧讲着讲修行，切莫心在道场，心如闹市共款，心心袂当安定。咱讲修道，永远拢是门外汉啦吼。永远咱拢讲，咱有入这个门，但是迄个心，咱无真正去甲掠定。那入这个门呢，依然是同款啦吼，心在闹市。安尼呢，咱要讲修有修无嘛，唔知影。但是呢吼，修行切记啦吼，拄着劫你就退刀，这绝对袂使。咱若拄着无好，咱就要退刀。先来讲拄着无好就退刀。较早孔子老来吼，丧子之痛呢。吼、哦，伊嘛是同款呢。伊讲欲乐知天命嘛，咱讲欲乐天知命，了悟淡泊世味，心无挂碍。伊咧明白生死无常的理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圣人伊就是安尼啊。咱讲孔子伊根本就无拄着，咱一般人咯感觉讲哦，咱安尼拄着啊，真歹运人生啦，定定吼拄着这无好的，咱就感觉咱足歹运。吼、哦，但是呢。咱若讲空性人，伊嘛有丧子之痛啊！吼、哦，世间常有，吼、哦，即个所有诶，即个每一个人讲常，都是正常嘛吼、哦。大家拢会拄着诶。如果咱若是真正讲吼，啊，咱都去拄着，
那么呢，咱嘛安尼个想呢，啊，先生较早嘛是这条路嘛是安尼过来。孔子、圣人，伊嘛有丧子之痛啊，但是他有乐天之命，所以了悟淡薄，细微，伊心都无跨界嘛，噶毋是安尼？啊，咱若如果讲，咱若去拄到一点点啊，万有啦，拄到一点点啊，无常的考验啦，拄到一点点啊，人心的痛苦啦吼，咱就名声对道退志，失去修行之心哦。啊，咱若把这个退道的心造出来，啊，咱就失去这个信心嘛。啊，这愿力就拢免讲啊，无信心就无愿力啦。吼，啊，若无信心就无愿力，咱要安怎去吼、哦、去面对？所以人因为有种种。这些所谓的这些原因呢，让我们退道退志，不然我们母娘说六万几年、哦啊、这些灵子落来、啊、是怎么会大家都落走到一半、啊、就放手、啊、就放弃，就像我们这样说、哦、世间的庙宇这么多，佛寺也这么多，讲经说法的也这么多啦、哦、都是为了清洗度化众生的任务落来、哦、这些高精神佛斗争下降吼、哦，道家慈航嘛吼，同样拢是降生为人咯、哦。诶，咱即马有足济老师，也是足济吼，咱讲新生是因为道庄下降，为着要清洗度化众生的任务，因同款来降生做人哦，吼、哦、降生做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在即个在世期间呢，伊要完成伊的使命，所以讲立定啊，别世复位。啊，咱即马有个人讲哦。境界较悬，灵界较悬呢，就是咱讲吼，天顶的神佛过来世间来出世的，啊，过来世间来出世，伊嘛甲咱人同款，伊嘛是有生老病同款的意思。但是伊降生为人要做啥？伊凡生就是要来讲经说法，要来做人天导师，伊嘛要来完成这个世间吼顶悬呐，啊，伊家己所发愿的，所以伊要来这个完成这个使命。但是伊嘛是有这个立定别世复位的。时间呢？啊，所以讲在世吼，拢、哦、是甲咱同款。伊嘛要按天律吼、哦，下去伊个功名利禄，过来世间，过来做人呢。吼、哦，过来世间做人。啊，有个人讲啊，有足济足歹个人。吼、哦，咱定讲即马这个时阵世道，就是一定要有魔嘛。有魔，我们才有当来考道。有魔，我们才知影有正有邪，对不？无安尼免啊免啊有，但是人因嘛是。因为啥？因是法官按天律下去因的功名利禄，吼、哦，让因呢来到这个世间呢，伊来做啥？伊要来做执面，哦，要来让咱，也让咱知影讲，魔嘛是有使命的，嘛是有任务的啦，吼、哦。只是要让咱世间人吼、哦、去明，咱讲觉醒、梦醒。为什么咱会去哦魔骗去？啊，这个魔甲道，伊是要让你分别啊！吼、哦，啥物叫做魔，啥物叫做道？伊嘛是来世间呢，爱去转轨，伊爱下去所谓光明利禄来世间做歹人呢，来世间做魔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世间的魔嘛是有任务的，因为讲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。吼、哦，讲转型，现在魔到尾伊嘛是转型神咯。为什么转型神咯？所以人会讲啊，歹囡啊，到尾会做好人。所以有时啊，自古吼，甲即马吼，拢定在甲咱教吼。咱无了解因果循环，但是咱上无啦吼。咱去了解讲吼，道甲魔自性，伊最主要是要咱往往吼，要让咱去了解讲啊，好诶，甲歹诶，正诶，甲邪诶，魔甲道吼，啊是正甲邪，有反面吼，甲负面诶嘛吼，啊反面甲负面，啊咱若反面甲负面诶时候，你毋知，无你咱若咧讲啊，你看到一个歹诶，你毋知看到着水诶。哦、你看到一个路，你唔才看得到 A， 啊，这是一种啥？哦，这种叫对待关系嘛。啊，所以讲魔伊嘛是来刺刀，啊，讲魔君来刺刀，咱嘛是爱了解啦吼。为什么咱要用刺？是因为咱的智巧还袂开啦。为什么咱的迷？嘛是因为咱的智慧还袂明啦。啊，所以咱的迷，好啊，咱今日呢落了人的圈套，吼、哦、嘛，并唔是讲咱拢行袂倒转来吼，总是咱有一天咱买。知影讲这是对的，甲唔对的，你都要去分辨。阿摆你的个性会较坚定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的根心意志会较坚定。将来呢，成就嘛是需要磨来靠，道心才会坚固，灵界才会提升啦，吼、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今日是咱的、哦、元旦嘛，定讲咱拜六礼拜，
吼，啊，甲拜一三天的连假啦，吼，赶快就这些时间，啊，咱也是如果要当个姜啊参加拜道，还是讲要当个清洗门书，还是讲咱要当个姜去拜拜，咱拢非常欢迎，咱的道亲光临慈天必生宫啦，吼。时间呢到尾段，那么梅香呢，还是呢吼感恩啊，一路陪伴，一路扶持，慈天必生宫的道亲，跟咱的同道同修师兄师姐，然后啊，伫这呢吼，希望讲咱新的一年，同款互相来陪伴，互相来鼓励，然后有咱道祖母娘哦来给咱守护，和咱家家户户会当安尼平安顺遂圆满，然后大家拢会当精进，然后大家都讲精进，阿嘛福慧圆满。再一次的感恩啊，祝福咱所有孙爷叔姐啊，元旦佳节快乐哦！啊，咱三天的假期，让我当出门快快乐乐哦！啊，长期人讲快快乐乐出门啊，平平安安回家了吼！啊，直接祝福大家元旦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